这到底在干嘛呢？这些，他这个是故意的吧？这些，这是纯恶心人的。哎，这把没办法，这把真的被搞。我、哦、干，他最后还拿一个英雄礼包摁卡哦，这个，哇，他三只二拿个头子低杆就算了，然后还拿个英雄礼包摁搞，太变态了，这些人。打不赢就检举可怜。嗯，如果你有看这把的 VOD 的话，可能可怜的人不是我，也不是你，因为你不是可怜，你是可悲。这边一言堂，别说公道会被 ban， 你不要尬黑啊，兄弟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选 T 0海克斯被卡是很正常。可是你卡人，你也不会选一个什么投资，再选个尼可邦，然后呢，在蜘蛛身上合格青龙刀耳语去卡人家蜘蛛的吧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讲就没道理的呀。如果跟你这个理性讨论的话，那撇除掉如果你是本人的话，我说啥也没用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听不懂人话，因为畜生就是要用畜生的方法去跟他讲嘛，我不能用正常讲人话去跟你讲。我们还是要体谅一下一些畜生，比较好一点点。感谢鸡排，谢谢你的订阅。着火我动物传心师。哎，那个观众找他一下，找一下这个 MJ 啊，可能你最近需要一点生活的调节。好、哦，我再来，我再一把。他这种人就是越骂他越爽，我也没骂他，我从头到尾一句脏话都没讲过，我都是很心平气和的。反正我现在我看透了，我已经看透世事了，我悟了。点点点，你就像别人选天柱勇者不能空城，游戏机制好吗？我该说什么语言你比较容易懂啊？中文，哎呀，中文很难，算了，不讲，算了，你是对的，你是对的，啊，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你随便吧，你开心就好了。啊，还不如帮我想想，等等看啥动漫。我想帮他倒一杯咖啡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我想帮这个观众倒一杯咖啡 ，coffee。哎呀，我希望他是反串呐、啊。对，我希望他跟我，他在聊天时讲的笑话都是反串，我希望是，如果不是反串的话，找个医生吧，找个医生好一点点，趁年轻还有救，老一点就救不了了。就是当100个人说你是错的时候，当100个人说你是错，然后你还坚持自己是对的时候，可能错的人真的是那100个人了，真的。这样讲可能他会比较舒服一点点，确实。我们都错了，观众们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真错了，我们错怪了。全部人跟刚刚那个谁啊，刚刚那个什么，拿那个啥来着，什么投资，什么尼可邦那个道歉吧，我们都错了。
这是最新的打法。确实，其实战旗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对，人家就是可能有独特理解，喜欢青龙刀无尽，哇，青龙刀耳语蜘蛛也行。但我们的格局太小了呀，完蛋了，难怪他妈大师零分，格局小到不行。你们不要再 ban 他了，你们越 ban 他，就是他会觉得我们在一言堂不给人家说话，你懂吗？那 MD 真别 ban 了，你就留着他给他讲话，看看他讲什么嘛，好吧？你老是 ban 他，这种人你 ban 他是没用的，你 ban 他，他反而越有优越感。哦，我讲对了，所以他不敢让我讲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先锋不拉了吧，省钱了，存点钱。阿华，你有检讨过自己为什么都吸引这种怪小人吗？罗杰没开台，平常不会这样的。妈的，关我屁事！有狗逼没开台啊！敢他这样想，罗杰宝宝平常也是挺可怜的。如果他的观众就是那一些人的话，哎呦，那这样挺难受的呀。不过感觉他应该习惯了吧，他应该是从以前就应该就是被喷到现在的那种人，他也不会介意吧。喂喂喂喂喂，冷静冷静，急了兄弟，我都没那么生气，你生气干嘛？被卡牌的是我啊，你干嘛骂人呢？咱们文明人，好吧，能动手就别动口，好吧？啊，祸不及妈咪啊，吵架不提老母啊，江湖规矩啊。下次直接动手就行了，讲什么东啊？讲什么鸡巴话、啊？国服不行啊、哦，我那个国服账号就是那个什么，你有问题兄弟，他现在登录要那个人脸的身份证认证，就那个要搞，不知道找谁帮我搞，我没什么国人朋友啊，最近没什么联系。来把天作勇者吧，不是天作勇者，那个叫啥黄金任务啊，给来爽一把行吧。我他妈丁选这一句话是干嘛、啊？这边 MD 都有问题啊！刚才那句话丁选什么意思啊？You are my special。敢做双头盔感觉很嘚儿哎，但是我不想扣装备了。You are my special。电刀不做，我这个弓要用来做那个红 buff 啊。不过我们这把是什么都不确定，因为我们是好运偷偷上八。
低到什么是非恶性塞上去就对了，慢慢再 flex。因为对面这一家就是传送门转，有低到再玩吧。有什么是非用头盔厉害的呀？雷兹、纳米、头盔。卡玛我戒了，我真的戒了，我真戒了，不想再玩卡玛了，太恐怖了这角色，我玩不起啊兄弟们。I love you, baby。You are my special。怎么拿12块耶？我要是现在有200块之上，我肯定拿。我觉得这个召唤徽章在下版本应该会很强，因为下版本会出那个金铲铲，就是可以合成不可合成的转职。哇，到时候应该有料的，可能大家都会拿，就想要愿意拿吧。金锅锅。随便了，都行吧，懂就懂了。那改成合成转职不一定要买，12块耶。当然了，我不会推荐三阶段买啦，三阶段的12块不止12块。但是如果到了4、5阶段，你可能低完牌的划水的时候出的话，我不知道那时候会不会出它还是只有三阶段才会出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如果下版本出金锅锅，它这个会不会不见了呀？获得一个不可以合成的转职，那些不可合成转职是可以合成的呀？那到底是能合还不能合啊？哎呦，突破盲点了呀，哥们！我刚刚有一瞬间想要转那个克里斯塔那一边，算了吧，两个头盔往克里斯塔也不是很好。缺降之玉。门，谁走啊？如果要开门的话，他走。这样吗？这样会不会变烂了呀？好像也不会，还好。偷偷要不要拆给坦肯奇？
偷偷不做了，就这样吧。我感觉再等第三个偷偷太久了，要等到那个选秀。反正这把是满载征兆，全套应该不会缺。哇，对面是八门。差一点，八三，我感觉可以等等再跌，几两趴，我只买了三个护符嘛，这一把太少了吧？嘟嘟嘟嘟嘟嘟，天柱勇者，哎呦，都两星的呀，他，我开的两把金装备嘛。帅呀，哥 ！Hello， 我可能要下六门呢，太多垃圾卡了，六门。干，我拿到这个偷偷感觉就是要下六门，然后塞更多的五费上去，好运偷偷。卡萨丁、卡萨丁、杰西、佐伊，这三只可以走。哎，不对，是多了谁？少了谁？他不要。讲什么东西啊，把主播当作是什么人啊，哈，干，那在我耗战给谁啊，这耗战有点尴尬啊，这耗战。留一下吧，搞不好等了两星塔里克上回去上面了，然后偷偷给那一只丢装备那个小精灵叫啥来着？国服那边叫丁真，这边叫什么？米里欧，对，米里欧。就假设等等塔里克二的话，就这样换回去，然后偷偷给他，或者是给他，可能给他吧，他会发装备，可能会更好。阿里换这一只有比较强吗？势必不确定。不是这个，老实说我觉得多了，真多了。哇，好爽哦！哎呦，我不上去了，我在那边低到死就算了。不用火甲，我有这个，我有酷乐打击。还是打不过啊！
伤害还是很缺啊！哎呦，吸不动啊，感觉雷兹。我不是八等，我是八点五等，兄弟，我买了那个海克斯那护符，我是八点五的呀，我不是八等的呀。但是感觉还是打不过，就有点不知道差什么，我装备也是对的呀。我上不了九了，慢慢低护符吧。然后塔里克换皎月二星，我这边要改低这个皎月二星了，兄弟们。偷偷是给换人带的呀，偷偷。哦，这样吧 ，good 啦 ，very good。好偷，他只能偷那么好。他如果偷的坏的话，我会举报，我会觉得游戏出问题啊。喂，喂呀、啊，哎呦，为什么我长这样都打不过别人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这是我这版本遇到的问题。当我觉得自己很强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打输给别人。感谢布丁狗狗汪汪，谢谢六个月。干，这个质量无敌了吧？这质量还赢不了别人，我真没办法了呀。只能说主播尽力了。徽章没比较强，只有一个徽章伤害不高。其实大家血量都好接近啊，都是一波两波的事。大家输一输，我又回来前四啊！救命啊！来条飞龙，拜托啊！飞龙在天。加伤害呀、啊，纳米可以二星，拿护符就是提升，你不用管那个护符是啥，射到就行了。哎，这奇乐斯的缺点就是射太慢了，它其实有点像以前尿尿龙，可是以前尿尿龙就是射的慢没关系，你一射出来就是清场，就是扫平。它现在是射的慢，然后伤害又不高。然后就贵，爱惜的路。但原来我一直都没有电刀。低了，三人口，
上次补个上去补个阿里，应该是最完美的羁绊吧。四密仪，然后两学者，又要找小尼啊！完蛋了，久等找小尼。然后皎月换塔里特，其实皎月二星带这三件装备也很屌，感觉。哎，我这边如果够了，能拿。对对对对，往前放一个。决战吧！你是谁？六里屋？六里屋怎么打？顶他脸！不是吧！哇，雷兹李香克啊，是啊，耶我那个雷兹啊，小李子厉害啊，小李子我们就有40分了，这40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了，哥们。